明天也将收听我的原来服装展。在我先短暂短短介绍这个展览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在场的几位贵宾。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Beatrice Garmo， 他是来自巴黎。然后我们在座还有我们的核弹大卫巨腾创意行销的行政总监张明山小姐。另外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同样来自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的资深的馆员Joseph Fellers， 跟大家介绍OK。然后还有我们的法国装饰博物馆的着装人员 Leslie， Leslie。Your hand has picked the whole world.